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二九暝，要先祝大家新年恭喜。今日咱要做伙来读出埃及记第十章到十一章。第十章有记载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前，上帝降伫埃及的十个灾难中，的第八个草莓的灾，甲第九个黑暗的灾。上帝通过一个佮一个的灾害，予法老伊愿意予以色列百姓来离开。第十一章一开始有记载，上帝爱百姓伫个离开埃及的时，用因的埃及的厝边爱这金器银器，只个要通正做因伫埃及做工的代价。后半段有来有过，埃及全地对法老到女婢因的大囝，以及所有偷上生的动物、精神，拢会受害。上帝通过降伫埃及的十个灾难，予以色列百姓和埃及人同知，伊是大有气力、超越一切生命的上帝。值得咱注意的是，上帝伊施行这新约技术，无单单是为着要予以色列百姓通顺利来离开埃及。在第十章的第二节，上帝伊爱伊的百姓，必须爱将因所经历这新约技术，通传予因后代的子孙。因的子孙通世世代代拢会当认捌这位用大气力、大能力带领因的上帝。这种对信仰的传承的重视，正做整个以色列民族因真重要的一个特色，也是予整个民族会通连结做伙一个真重要的气力。我想对咱来讲，要咱予上帝伫咱生命内底的作为，会当一代一代来传承，予咱的后代子孙会当认捌，搁来经历咱的前辈所信靠的上帝，这嘛是真重要一个信仰的功课。愿咱拢通做伙来学习，做好信仰的教导甲传承，予上帝稳定通代代三续，传承无衰。